第一个动作，坐姿呼吸训练，将双手放在腹部或下肋部，鼻吸口呼，吸气时堵肚子到最大程度，一、二、三秒后吐气，吐气时腹部下沉到最大程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秒，注意尽量不要抬伸胸部，最大程度动员膈肌。第二个动作，坐姿胸部拉伸，坐在椅子上，尽量靠前，双手向后抓住椅背，身体前倾，抬头挺胸，保持五秒，顺势翻掌向外拱背，感受背部的拉伸，注意均匀呼吸，不要憋气，保持五秒后回正。第三个动作，站姿腿部后侧拉伸，双脚与肩宽，单脚脚后跟着地，背部挺直，保持膝盖伸直，缓慢折叠身体，手去摸脚踝，停留三秒后再画圈收回换脚。以上三个动作每次做三组，每组做10个。